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们除了个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是有一些接地气的产品呢，在我们的健康店呢已经一路呢有很多的客人呢就是买了回去家里呢，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气的治疗了。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200C，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了，今次的疗剂的名字呢就叫做重洛酸钾 Calibichromicum， 英文是 Bichromate of Potash， 即 Potassium Bichromate， 这个重洛酸钾，洛就是 Chromium， 重洛酸钾 Bichromate Calibic， 我叫 Calibic 或者叫 Calibichromicum。 好了，这个疗剂我们要认识四个关键的症状的。第一呢，这个疗剂那个 Calibic 那个疗剂那个黏膜的分泌呢通常又厚又黄又绿又结，同埋呢是成条形的。有时黐在度呢就要慢慢地掹出来呢，掹得好长才会断的。这种咁嘅分泌系，又系鼻窦嘅分泌啊，阴道嘅分泌啊，总之咁分泌咧，系将一种好特别嘅特点嘅。我呢个第一，第二咧，当你有痛嘅时候咧，佢啲痛咧系一个好细点嘅，通常一点一个手指吓，揿得到嘅，一个好清晰一点嘅痛，咁可能系鼻窦痛啊，鼻窦炎嘅痛啊，前额痛啊，咁痛起嚟一点嘅痛嘅。好啦，咁另外咧，我遇到一啲溃疡可能穿窿嘅溃疡咧，穿洞嘅溃疡咧，就好似咧俾人打输机打咗落去嘅，即系好干干净净一个窿吓深落去嘅呢种咁样嘅溃疡喺皮肤或者黏膜。嗰、那个第三、第四咧，就出现咧嗰、那个症状咧，就会交替咧，同埋会转移嘅。譬如可能啲痛症咧，由身体一个部位转去第二个部位，或者嗰个风湿痛咧，就会同嗰个肠胃嗰个症状咧系交替嘅，或者咧系个头痛咧同嗰个突然之间咧系嗰个睇唔到嘢吓，嗰个出现盲症系交替。好啦，重洛酸钾
Kali Bicomicum 咧，系一个好多时咧系用喺嗰个鼻窦炎啊，鼻窦炎、鼻窦感染嗰种问题，可以咁讲咧，可以50%-60%嘅鼻窦炎嘅个案咧，都可能都系用呢个疗，都用得到呢个疗剂嘅吓。咁另外一个症状咧就系、鼻哥咧嚇，嗰、那個重樂酸鈉咧有好多鼻屎，嗰啲鼻屎係好大粒、好大粒嘅嚇。咁、有陣時啲細蚊仔咧去擤鼻哥嗰時候咧，擤到一嚿好大嘅好多鼻屎，可能有陣時黐埋少少血喺度嘅。好啦，咁仲有一個情況咧，嗰、那個重樂酸鈉咧就會出現咧，嗰、那個鼻哥可能咧係流鼻涕、流鼻水，流得好犀利，突然之間一停，跟住咧嗰個鼻嗰、那個鼻哥。嗰、那個根部咧就會好嚴重嘅痛，痛到你差唔多入醫院咁樣嘅嚇，即係呢種咁樣嘅症狀，流流下流流下咧，突然之間咧就停咗啊，跟住咧就會出現呢個嘅啊，即係啊咁跟住咧就痛到咧係好犀利嘅，咁最後咧當然咧你清咗鼻哥之後咧，咁呢個痛先至會走嘅，即係突然之間塞咗啦，可以咁解釋嚇、啊。皮膚嘅潰瘍啦嚇。即系会即系系一个好似俾打输机嗰啲吓，嘅个一个圆圆碌碌好深嘅好干净嘅边缘好干净嘅。好啦，咁仲有咧喺出现喺嗰、那个子宫炎嗰度咧，就嗰个分泌咧系条状吓，拉唔断，或者咧喺肺嘅问题咧，嗰、那个黏膜咧，或者系嗰个支气管炎咧，老人家支气管炎咧，吐出嚟嗰啲痰咧好大嚿。啊，同埋好黏、好長，係唔會斷嘅。OK， 咁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嗰啲嗰啲頭痛咧，係扁頭痛咧，係都係因為咧係嗰個鼻竇炎引發嘅，脹脹咁樣嘅鼻竇炎嚇，咁、導致咧個扁頭痛嚇，咁、即係喺前眼咧就好痛，或者眼眉嗰個地方咧就會好痛嘅嚇，咁、有時痛到咧即係視力都會出現問題咁樣嘅。好啦，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关节炎嘅疗剂啦。咁呢个关节炎嘅主要症状咧，佢啲关节炎嘅痛咧会游走性嘅，啊，同埋咧系痛嘅地方系一点一个好细点嘅 ，OK， 即系你可以讲出咧，可能个痛咧就喺个髋关节或者个手踭，系你攞一个手指咧可以点到出嚟嘅，差唔多可能咧即系可能港纸五毫子五仙咁样样啦。啊，一个好细嘅地方嘅，好啦，咁亦都系可以处理细蚊仔嗰啲哮喘啦。咁当然咧，佢哋个主要嘅哮喘咧，就佢咳出嚟嗰啲痰咧，就系条状嘅痰，啊，咳完咗佢就会舒服噶啦吓。咁、所以呢个咧系一个系好好用嘅疗剂嚟嘅，啊，喺呢啲咁嘅鼻窦炎啊，或者咧系嗰个嗰、那個耳仔啊，耳仔塞啊嗰啲咁樣嘅，中耳炎啊呢啲咁樣嘅嚇，呢個療劑。好啦，咁仲有咧呢種Calibic 嘅人咧係中意飲酒嘅，飲啤酒嘅嚇，飲好大量嘅啤酒咧，但往往咧佢飲咗之後咧就會唔舒服嘅，啊，即係佢飲咗啤酒咧個症狀會加劇嘅。咁人咧，通常咧嗰、那個精神狀態咧，都比較低落啊，情緒比較低落啊，即係冇乜力嚇啊，即係冇乜勁力，同埋咧對嗰啲唔中意用腦啊，或者用體力啊，記憶力弱，或者有時候咧思路咧突然之間消失，咁好多時候佢嗰種感覺咧，嗰種焦慮咧喺個心胸嗰度走出嚟嘅。啊，咁有阵时候咧，有啲缓晕啊，咁样加上嗰啲不同嘅病咧，会加上缓晕咧，啊，或者咧，突然之间一起身嗰阵时候咧，个人有一种缓晕嗰种转嘅嗰种咁样嘅嗰种晕嘅症状。OK， 咁所以呢个咧系重酪酸钾系一个可以即系记住咧，起码喺嗰个嗰、那个鼻窦炎吓，呢个系一个主要嘅疗剂嚟噶啦。OK， 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
铜锣湾、沙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